到十月十三日，在我们彰化县立美术馆呢展出我们戴宏宇老师的个展。那戴宏宇老师呢，他是我们去年黄西美展的一个首奖哈，那也是我们台湾很新锐的多媒体的艺术创作者，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多媒体艺术学系的硕士。那他平常呢关注社会现象呢，那作品呢常常在探讨一些生命议题哈。那这次的展出呢，共分为八个主题哈，那可以说是老师对人生、对生命一些领悟。那在每个画面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哈，值得我们深思哦。那这次的策展的手法呢，跟以往不一样，是以多媒体的一个策展的方式来呈现哈。欢迎有兴趣的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呢，来莅临我们美术馆，到十月十三号为止哦。欢迎大家莅临这一次精彩的这艺术展。展览主题是90后的世代焦虑，然后会取这样的主题，主要是因为我本身是1990年后出生的，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的生活上的焦虑，然后这些焦虑往往是跟科技发展是有相关的，因为时代发展越来越进步，然后乍看之下很像越来越方便忙碌，资讯取得越来越容易，但是它往往也形成了其他的一些问题，譬如说社群网站发展的非常迅速啊， Facebook、Instagram 什么的，可是往往这些东西就是会造成我们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往往会让生活变得更焦虑，然后我透过我的创作的方式来讨论这样的议题。我的创作方向主要是生跟性跟死亡啊，然后性的话其实就是出生嘛，然后死亡就是死亡，然后性的部分大概是我前几年比较着重的地方，然后在这次展览比较偏重在死亡部分，然后因为其实这个焦虑感往往伴随着就是这个死亡不一定是指实际上死亡，而是一个精神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你生活中变得非常行尸走肉，这也是某种层面上你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死亡状态，然后谈论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对对对。